手放开，旋转的轻盈裙摆，跳跃在闪耀舞台，鲜花会在掌声中如雨盛开。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勇敢说出心中对梦的期待，相信踮起脚尖能触碰心海。好，同学们，前面的动作我们都顺完了，接下来啊就剩群舞的最后托举了。我需要两个男生站在中间，一个把另一个托举起来。我看凌晨潘潘就你们两个，凌晨负责托举，潘潘配合上。嗯，不是老师，我 这么重要的结尾动作，要不然还是叫别的同学吧，我怕万一我搞砸了影响我们的演出。还没跳呢，哪来那么多万一。上潘潘，没事的，只是一个结尾动作，我帮你。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我恐高。潘潘，你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勇于挑战。你别忘了你之前跳小丑的时候，你的潜力比你想象的都大。来吧，老师相信你，肯定能行。来，上。来，开始。起来，没事吧？有什么好笑的？潘潘，你根本不是什么恐高，就是心态的问题，连最简单的托举你都做不了，还跳什么舞啊？林老师，潘潘可能一时还不太适应被托举，这样，只要多练习练习的话，他一定可以适应的，我会帮他的，您放心。好吧，凌晨，你们俩下去好好磨合一下。毕竟这是结尾动作，必须要做好了。没问题，走。好，来，其他同学，我们再合一下群舞，上。来，准备。对不起啊，偶像，六七拖你后腿。开始。没事的，有我在，你放心吧。哎，老板，有菜单吗？哎，有的，您稍等啊。我跟你们说啊，下午那个事儿，谁办都行，给我办好了，行没？哎，你是？哎，哎，大哥，你是？你是小孔雀的室友？哎，好巧啊！你好，我叫韩朵朵，你叫我朵朵就好了。我叫潘潘。啊，哎，你在这儿勤工俭学吗？没有。我就是来家里的店帮忙的。哦，这是你家开的店啊？嗯，那你得给我好好推荐一下了。哦哦，你一个人的话，小份的秘制烧麦就够了。哎，我再给你盛点我妈腌制的独家泡菜，好吃又解腻。好啊。那你先坐会儿啊。嗯。走吧。伙计，结账。结账了，伙计。结账了，伙计。您稍等一下，那个老板在后厨，一会儿就出来了。姑娘一个人吃饭呢，加个微信吧。啊，不用了，谢谢。你谢啥嘛？你谢我，你跟我加个微信，咱做个朋友嘛。不用了。哎，等会儿，什么意思？俺跟你话呢，啊？哎，你们干嘛呢？什么你？哎，我跟你说啊，这是个姑娘的事，不要多管闲事啊。她是我的朋友，有什么话跟我说。跟你说啥子呀，四眼仔，娘娘腔！你妈谁娘娘腔的？有毒！你不许打架啊！你滚滚一边去！你骂我妈！干什么？打呀！别打了！妈！别打了！别打了！过去！啊！快消失啊！
变杂成什么样了？这小年轻人真是。太好了，我们看舞剧的经费终于够了，好期待。你看点台阶。嗯。哎，我觉得我们这样挺好的，每个月呢攒一些钱作为我们的恋爱基金，然后一起去规划我们想做的事情。好，一切都听你的。嗯。哎，等一下啊，朵朵啊，怎么了？小春，你快来医院，他们家烧麦店被小混子砸了，阿姨晕过去了。你别着急，我跟凌晨现在赶过去。啊？怎么了？他们家出事了，我们先去医院吧。快走。病人家属在哪儿？这儿呢。病人需要紧急心脏搭桥手术，你马上去收费台缴费，这边呢马上安排手术。那你快去吧，我在这儿守着。好。喂，哎，张哥，是这样的，我家里出了点事儿，能不能借点钱啊？哦，对不住啊。怎么样，够不够？能借的都借遍了，还差一点。都怪爸爸搬到海城来看餐厅，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现在竟然连手术费都凑不齐。爸，潘潘，小春、凌晨，你们怎么来了？朵朵打电话给我们的。嗯，现在阿姨情况怎么样？准备手术呢。你们怎么还没交完费啊？病人现在情况很不好，需要马上进行心脏搭桥手术，赶紧的，别耽误了。医生，您稍等一下。现在钱不够，我们再想办法凑钱呢。啊，是是。潘潘，我跟凌晨卡上存了点钱，你先用着。对，阿姨手术要紧，如果钱不够的话，我管我妈要。这，谢谢啊，谢谢。没事的，叔叔，没事。行，快要交费吧。嗯，那我先过去啊。谢谢，你谢什么？都是好兄弟。坐吧，坐。别难过了。你说的对，哎呀，所以请你出马我才放心呢。只有你这么好的营养师在，他才能更好的备赛嘛。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曼曼我可就交给你了。哎，太好了太好，谢谢谢谢谢谢。大明星怎么能自己做造型呢？哇，你竟然真的来了！正好没事，过来找你玩吧。我帮你吧。没事，我自己能行。这是什么？试试这个。啊？哎，哦，喂，你干嘛？你干嘛？喂。嘿。哼。怎么样？还行吧？你还别说，你还真有做助理的天赋呢。美的你，谁要给你当助理？要助理。哎，这套衣服，你帮他接一下。哎哎，
哎，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怎么这么多？哎呦，我们的公主助理怎么能做搬衣服这种苦活呢？当然是我来啊！快去试试吧。好，笑，来自信一点，再自信点啊！哎，对对对对对，酷一点酷一点酷一点，冷酷的少年，冷血的冰霜少年，哎，对对对对对，好，好，可以了，下来吧，下一个。哎，老师，我能看一下刚才拍的照片吗？我就想琢磨一下拍照的表情。没什么可看的，跟前头几个一样啊。哎，工作人员，调调灯光。哎，好嘞。这人怎么回事啊？看一下都不行，我去跟他说。哎，算了，这很正常。我又不是什么明星大咖，都已经有那么多人在关注你比赛，替你加油了，还不算明星。嘿嘿，那你有关注我的比赛吗？我对你们那些电视节目什么的不感兴趣。是是是，公主就应该喜欢点公主该喜欢的，对吧？哎，对了，帮个忙呗。什么事啊？走吧。好，准备好啊！哎，来笑，哎，开心一点。好嘞。打扰了，这是我给大家买的奶茶，各位老师辛苦了。好，谢谢，谢谢，谢谢，辛苦了，谢谢，辛苦了，老师，谢谢，辛苦了，老师。来，老师，辛苦了。老师辛苦了。收银老师，给您带了奶茶，您尝尝。不喝奶茶，我喝咖啡。咖啡也有，刚喝完了。听说您爱吃甜品，您尝尝。你小子挺有心啊，下回机器给特写的时候，你别一个劲儿的往镜头前躲，稍微侧过来一点，低着点头也行，然后再慢慢转到正面来，这么着拍出来的画面比较自然啊。那么多人呢，我呀也顾不了你们所有人，对吧？出不出彩就看那一遍了，可没有第二遍了。懂了懂了，谢谢老师。嗯，哎，什么子？有什么？喝奶茶。饭都凉了，我怕你吃不惯，我请你出去吃吧。没事，你能吃惯，我也能吃得惯。怎么了？是不是不喜欢吃鱼香肉丝？没事，我就是觉得你太辛苦了。你不是想当明星吗？明星不应该都是光鲜亮丽的吗？你怎么这么辛苦？都是这样的吗？大明星也是从小素人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我不像你条件那么好，一出生就在城堡里，就是公主。没有伞的孩子就要努力奔跑，才不会被雨淋湿。这些对我来说真的不是辛苦，是我对梦想的追求。我挺开心的，真的。放心吧，我一定会更加努力，让更多人看见我的。跟上，四五六七八四。好，身体打开。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好，继续。七八六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二三四五六七八。托举上，潘潘。三四五。六七八九，拖呀，上上。三四六七，好了好了，停。中央几何？最后的托举，你们俩怎么搞的？我们这个群舞跳的是跳跃的青春，你们跳成僵硬的青春了。你们两个就没有默契配合可言，根本就没有用心。林老师，对不起，是我耽误大家排练了。算了吧，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下课，潘潘，你留下。
曼，老师不是在否定你的能力，老师相信凭你的实力一定能完成好这个动作的。可现在问题是你在逃避，你心不在焉，你知道吗？林老师，我不想跳最后的托举了。哎，小春，能不能给凌晨换一个更灵活更适合他的伙伴配合他一起完成这个动作？难道你对自己就这么没有信心吗？我根本静不下心来练习，我本来对托举就有障碍，最近家里又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妈住院了，我想多在医院陪陪她。潘潘不能这样。小春，潘潘，阿姨有叔叔在医院照顾，你别分心。你这个时候打什么退堂鼓？我们废柴联盟打不死的小强精着呢。林老师，你放心，交给我。潘潘，走，我们去谈。小春，小走啊。林老师，我去看一下。小春，哎呀，你先冷静一会儿，小春。潘潘，你什么情况啊？你不能因为家里的事情就耽误你的学习和跳舞。最后这个托举是整个舞剧的亮点，你本来可以做到的，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我现在根本没有心思，我一直在想着因为我妈住院欠她下的钱我要怎么才能早点还清。我怕每天那么辛苦我却什么忙都帮不上，我现在只想多点时间去找兼职打工赚钱，我现在根本没有心思跳舞。潘潘，你别这么想，我们给你那些钱真的是给你应急用的，不用你还。凌晨为了帮你连跟于老师的饭局都推了，准备留下来陪你练舞，结果你在林老师这儿打退堂鼓，你让我们这些真心关心你的朋友情何以堪啊。是，我知道你们都比我强，跳得比我好，家里也比我有钱。潘潘，你说什么呢？你是觉得我们在给你展示优越感吗？小春，别急，有话好好说。我知道我没钱，但我可以自己赚，我用不着别人的同情。我欠你们的钱，我一定会还给你们的。哎，潘潘，哎，嗯，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帮他？你想的太多了。潘潘最近家里的烦心事太多了，你给他一点时间。还有，我们的好意呢，他一定会明白的。你呀，就是太心急了。我知道了。行了，上去睡吧。哎，嗯，凌晨，有你在，真好。只是。我们一起存的钱都给潘潘救急了，没有办法去看舞剧了，没能帮你实现愿望。没关系，今年看不了呢就明年看，反正你都会陪在我身边，什么时候看不一样啊。好，那以后咱每一年都看。嗯，好了，时间也不早了，快回去吧。嗯，那我走啦。好，拜拜。拜拜。哎，妈妈。乖女儿，最近还好吗？练舞辛苦吗？不辛苦，就是想你们想的辛苦。就知道贫嘴，妈妈也想你了，一直等着你电话呢。你跟阿爹最近还好吗？你爸好得很，这不又去忙歌舞团的事去了，现在还没回来呢。倒是你在海城多注意一点，平时多穿点，气候不一样，怕你感冒。放心吧，我感冒可难着呢。呸呸呸，可别这么说啊，赶紧呸掉，说这种臭美的话可是容易中招的。哎，你怎么了？我看你有心事。和凌晨还好？我们俩挺好的。那你是怎么了？有什么困难要和妈妈说，指不定啊给你出点主意呢。妈，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潘潘，他最近家里出事了，家里人做手术急需用钱，
我就跟凌晨把我们攒的钱先给他用了，本来也没打算让他还，结果他就特别见外，搞得我上课都心神不宁。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呀？朋友有难了，你当然要帮，不过呀，得讲究方式方法。你想想，无缘无故拿了别人的财物又不用偿还的人，你首先会想到什么？不用还，乞丐或者小偷。是啊，你的行为你觉得是一种仗义，可对他来说也许就是一种施舍。你可能在好心的时候已经不小心伤害到朋友的自尊了。一个遇到困难的人需要朋友的帮助，是需要有困难大家在一起的温暖感觉，而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我知道了，妈妈。妈妈相信你一定是已经想到办法要怎么做了。好啦，快睡吧，妈。嗯，加油。嗯，拜拜。各位老师平时都是大忙人，今天啊能够在百忙之中参加我们的家宴，这是我们俩的荣幸。我呀先敬几位老师一杯，表示一下感谢，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各位老师，别客气啊。这次啊慢慢参加国际芭蕾舞大赛，还得承蒙几位老师多多关照，这个竞争这么激烈，我们慢慢跟各位老师多取取经。金老师呢是舞协的一把手，历年来一直都是评委会成员，我们呢对评委会流程也不是特别清楚，还请金老师多多跟我们交流交流。当然当然，我们这一辈努力这么些年，不就是为了让国内年轻的芭蕾舞者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吗？曼曼这么优秀，我会尽力帮忙的。谢谢谢谢金老师。这个呀是我们老家的八珍酒，活血化瘀用的，几位老师都是前辈，都是老艺术家，这救伤救病的肯定是少不了，晚上喝一小口，第二天保证关节不疼。哎呀，你怎么你把酒放桌子上干嘛呀？这几位老师怎么吃饭呀？哎呀，来金老师。哟，这心意我们领了，这东西就不收了吧。哎呦，这怎么行啊？就是来交流交流经验，礼就不收了啊。不行李老师，哎，来来来，这是我们今天刚买的鲍鱼，几位老师都尝尝啊。于老师，凌晨这次怎么没有报名参赛呢？我可等着在领奖台上看见他呢。凌晨，他最近有了新的舞蹈方向，准备沉寂一段时间。年轻人嘛，多尝试总是好的，错了也不怕。嗯，多尝试是好事，但别过头就行。各位老师，这次比赛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指点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及时给我提出来，我会加油的。来，吃点鱼香肉丝。我不像你条件那么好，一出生就是在城堡里，就是公主，没有伞的孩子就要努力奔跑，才不会被雨淋湿。各位老师不好意思，我先去个洗手间。妈妈，妈妈，我不好意思啊，我去看看他。你们先吃，多吃点啊。来，几位老师，好，谢谢你们啊。曼曼，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呀？没什么事儿，就是有点肚子疼。啊，这么多长辈在外面等着你呢。嗯，这说的是你参赛的事。今天你可是主角呀。我知道了，你快出去吧。那你快点啊。
我妈今天状态咋样？哦，好，好，那我就放心了。我来打扫打扫店里，有些地方被砸坏了，得修一修。我知道，舞蹈我没落下，你放心吧，爸。我一会儿顺便在店里煲好汤，就去接你们出院。好。什么时候开业啊？我们这些老熟客啊，都等不及了。听说潘记烧麦店要重新开张，我们当然要来帮忙。对，凌晨把工具箱都带来了。不用，我帮你们倒茶吧。没关系的，潘潘，我们都是来帮忙的。对啊，我们先干活吧。嗯嗯，好。哎，对了，潘潘，这是欠条，签字吧。等你什么时候攒够了钱，记得还我们就行了。好啦，哎，好了好了，煽情够了，就快点来干活啊！好，把桌子抬过来。好嘞，来。请进。阿姨，哎，小布，哎，快进来！阿姨，我来看看你。哎，谢谢谢谢，哎，快坐，坐这儿啊。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你看，这不挺好的吗？我这把老骨头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啊，这院也住够了，这不让他爸张罗着给我办出院呢。阿姨，那您手术完以后也得注意身体的调养。别太累了，放心，没事啊。小布啊，阿姨可好一阵子没见着你了啊。哎，你怎么这段时间没跟着潘潘来店里吃烧麦呢？我不是在忙比赛的事儿吗？下次。对，你要没事儿就过来坐坐，带上小春呐、骄阳什么的，他们一起都过来啊。嗯。你们是好朋友，要是偶尔呢，有点什么磕磕绊绊的。这也是很正常的，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顿饭，就什么都好了。阿姨，谢谢你。哎，来看看呀，站好了。没事吧？没事。潘潘，其实托举并不可怕的。刚才是我们那个托举。嗯。我们做到了呀。你就相信我吧，以后我做你的底，放心。嗯。偶像。哎，潘潘，注意保持距离，这可是我男朋友，不许跟我抢。哎呀，你们别笑了。那个，你们要不要陪我去医院接我妈出院了？好呀，阿姨看到店面焕然一新，肯定会很高兴。那我们收拾收拾，马上出发。好，走，走吧，走。像困在阴雨天。像掉落海里面，风划过你侧脸，不再轻舞翩翩。我奋力大声喊，担心你消失怎么办？
就是你。